你往这边不要打扫卫生。要得，我就把这一桌这些烂高楼都收下了。今天是整体杂七杂八的活动。这两天没做了，来做点稀饭。要得，今天妈出了点气，就是小姐好吃。要了水又再上个月。嗯，你俩又是在那个地到处打扫鬼了？打扫干净了。干嘛要一上去检查会儿啊？这打扫干净就是我检查了啥子？做烂做了不那天的，做稀饭还有盐有味的噶。嗯，没放盐吧哈？盐都不做了，有味道，好吃。